你在干嘛？你要洗蛋干嘛？你要洗蛋，你要煮吗？我们要煮蛋吗？不是，我要孵蛋。你要孵蛋？你说什么？我要孵蛋呢。先洗一洗啊。我就知道你想要孵蛋。难怪你拿袋子的时候小心翼翼，很怕它破掉。对呀。为什么要孵蛋？因为我想要孵鸡鸡。小鸡啊？对。为什么要小鸡？我喜欢鸡。你要孵在哪里？在房间。你房间？你确定你要孵在你房间？怎么孵？放在一个软软的位置。软软的位置。王轩阳，你的王轩阳 ，look at me， 你的房间会变成鸡舍，你知道吗？不会的。会。不会的。你就会变成鸡舍。不会。